点赞和订阅按一下哟。大家好，嘿，金妮达，金妮要，今天呢，佳佳拿制作口罩挂链的材料来玩一下哟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，Go Go！好无聊，我还是出去跟朋友们一起玩吧。一定要戴上口罩。肚子好痛，这可不行，先去一趟洗手间再出去玩吧。哇，今天天气真好。是细菌小子，给细菌小子施想导弹的魔法吧。奇怪了，突然好想导弹。导弹！这是什么？这有个口罩，让我来亲一亲口罩的主人吧。把口罩偷走！哎呦，舒服多了，可以出去玩了。奇怪，天哪，桌子上面的口罩怎么不见了？不戴口罩的话，我就不能出去玩了。我的口罩，是谁拿走了我的口罩？这是什么声音呢？这好像是基尼的哭声。球，我们去看基尼吧。球，好的，走吧。基尼，你怎么哭了？球啊，朋友们，你们听我说，我刚才明明把口罩放在桌子上面，刚才去了一趟厕所，回来就不见了，没有口罩就不能出去了。什么？口罩突然不见了？这一定是爱捣蛋的 Kiki 做的。没错，一定是他。球，这下怎么办好呢？球，愤怒，不能再让基尼弄丢他的口罩了，我们来帮帮他吧。知道了，球。基尼，你等一下哟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制作口罩挂链的材料哦。球，还有可以贴在口罩上的贴纸哟。什么口罩挂链？怎么说，基尼把口罩挂在脖子上的话就不会弄丢了。没错，球，赶快做一个吧，基尼。基尼呢，就用可爱的彩虹扣来做一个五颜六色的口罩链。把两个扣子链像这样扣在一起，加加，一次扣不同颜色的链子扣，蓝色，接下来是薄荷色，反复扣就可以喽。哇，朋友们，你们看，链子已经变这么长了。哇，真的耶，基尼做得好棒啊。球，谢谢你，粉兔。彩虹扣扣起来就会变成一条链子哟。接下来在这条链子的两边扣上黄色的挂扣就可以了，挂上 O 型环，然后把链子也串进去，最后锁进 O 型环，连接完成。加加，五颜六色的彩虹链条完成，怎么样朋友们？哇，真的好漂亮哦。基尼，在上面挂几个可爱的挂坠吧，球，应该会更好看的。球，什么挂坠？没问题，那么就用这些可爱的星星和粉色的爱心来装饰一下链条吧。完成！哇，好漂亮啊！朋友们，你们看可不可爱呀？叮铃叮铃，把挂扣扣起来，加加，还可以当漂亮的项链呢。接下来用透明的线和各式各样的珠子来做一个链子吧。首先在挂扣上面系上一个透明的线，把线捆起来，再往里面串一下珠子，
像这样串好柱子之后，接下来同样要挂另一端，挂上一个挂扣固定起来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柱子口罩挂链完成。柱子口罩挂链好漂亮啊，亲！再漂亮也没用，我只有口罩链，却没有口罩。基尼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新的口罩，来给你。哇，新的口罩哦！谢谢你，蓝兔。赶快把链子挂在口罩上吧，秋。让我看看，基尼选这个。把链子挂扣挂在口罩绳子上，另一边也挂好之后，戴在脖子上，戴上口罩，扎扎，好棒哦！口罩挂链真的好漂亮，以后我就不会弄丢口罩了。基尼，我们给你贴上可爱的贴纸吧，球。什么贴纸？好棒好棒，快贴上吧！哇，我的口罩也变漂亮了。基尼，我们快出去玩吧，球。好的，有口罩啦，我们一起出去玩吧，出发！